Hello，各位参加青平台数位愿景工作坊的共学伙伴，大家好，我是青平台的工作人员维佐，我们又见面了。不过呢，这一次比较特别，大家呢是在线上相聚。那其实在疫情的期间可以举办这个工作坊，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青平台还是很希望能和大家面对面的讨论交流。不过呢，上周的工作坊结束后，有四位的共学伙伴主动告知我们，他们呢在筛检后确诊。那后续青平台呢也都有跟这几位伙伴保持联系，那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那请各位伙伴们不用担心，那他们呢现在都好好的在家休息。那不过呢，为了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安心的环境呢，可以共学讨论，那我们呢就将这礼拜的工作坊改为线上举办。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相见了。那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照顾身体。那我们一起呢度过这个疫情的非常时期。那未来呢，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在青平台面对面相见，好吗？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我们在线上课程的注意事项。好，好，等一下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课程呢的注意事项有几点呢，要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护良好的参与品质，请大家呢记得先去关闭你的麦克风，避免呢音讯互相的干扰，那也会干扰到讲师在授课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有干扰讲师授课或影响他人听课的状况，那我们工作人员会私讯提醒你。那如果说经提醒之后你还是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就会呢把您移出会议室。第三个，今天在课程当中呢，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有规划 QA 的时间，那请大家呢在 QA 的时间再举手提问。那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都可以在旁边的留言区，大家可以看到呢，在你的视窗的右下角有一个就是输入聊天讯息的地方，那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呢打在里面，然后我们讲者就会看到，那你会在 Q&A 的时间呢来进行回复。好，那我们这次的工作坊呢也有制作线上共笔，那如果你有任何资讯或是连结，那你也可以呢在里面记录一些今天工作坊的内容，那都可以与其他的伙伴来分享，那呢欢迎您透过共笔的方式呢跟大家分享。那最后一点呢，为了留存记录，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会全程录影，那如果说您不希望影像被记录下来的话，那您当然也可以选择关闭视讯镜头是没问题的。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工作坊的流程。今天的工作坊在前半部分，我们一样呢有三位讲者要来跟我们进行观点分享。第一位呢是行政院唐凤政务委员，我们欢迎唐凤委员。大家好。然后第二位是来自智库驱动的执行长嘉凯刘嘉凯，大家好。好，然后第三位我们今天呢很特别的，有多了一位分享者是 Last 的哈爸。哎，大家好，我是哈爸。好，那我们今天呢在前半部分的观点分享，那我们在时间计数的倒数五分钟会有响铃声。那倒数一分钟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响铃来提醒您的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中间呢两点十分到两点半的时候会进行观点分享的 QA 时间，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呢举手发问。那两点三十五到三点三十五，我们同样保留了一个小时的分组讨论。那到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说明如何进入分组讨论的方式。那3:40到3:55，我们同样会有三组分别呢派代表来报告你们刚小组讨论的内容。那最后呢，我们同样会有回应与讨论。那今天回应与讨论的部分呢，是主持人是侯怡秀律师。大家好。然后我们呢这个部分会有两位的语谈人，第一位是阙和明老师，是亚洲矽谷计划执行中心的人资长。
大家好。好，谢谢老师。然后第二位呢是嘉凯，是智库驱动的执行长。好，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活动的整个流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正式上课之前呢，如果各位不介意，请大家呢先帮我打开视讯镜头，那我们呢看看彼此，跟大家或挥手说声嗨，然后呢我们会就是稍微做一下截图记录哦。Hello，Hello， 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讲人唐凤政委。大家好，我好像是唯一没有这个调整我的计划的，因为我本来就是要线上参加哦。那但是这一场就变成了纯数位的，那数位就是很多位了，数位就是不止一位，那我们就可以同时的把许许多多的不同的声音连接起来。我们在事前主办单位有说，哎，这个在 Slido 上面提问的朋友可以获得议程设定权，就是只要提问题就会变成我刚开始这12分钟的讲题。那但是因为一些可能技术或传达操作上面的问题，所以在 Slido 上就只收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有贴到我们的聊天室的Joins 车的这个问题，所以就变成我这十分钟都只讲这个题目了啊，因为就是说过议程设定权要分享就要做到，就是所谓说到做到的意思。那但是呢，大家随时在这个旁边的聊天室在进入任何问题，那我们都还是会看到。那如果你在十分钟结束前就已经 key 一些想要我讲的，我也会尽可能的把它放进我想要讲的东西里面。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十分钟就来看看车车这个问题。车车说，还记得数位 ID 发行的时候，这个推行他满怀信心哦，痴痴的等着正式开始发放跟登记，但是突然临时就被取消，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沮丧。本着对于未来生活的野望，他真的非常期待未来数位权益可以保障到个人的公平性一定的角度，而不是只有大财团哦。而且他也期望不需要什么繁杂的书面程序，只要确认好自己的权益，就可以把事项包含好比说公投的联署啊这些直接这个做到这个送达机制的运用，他认为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希望我说，哎，那有没有一些心得，在整件事情的心得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就可以满足一下车车当时的这个期待啊。不过我想要讲的是说，如果只是为了这个公投联署啊，或者像我们现在是报税季啊，或者是什么下载疫苗接种证明啊或什么之类的话，其实我们是有数位 ID 的，而且现在还有两种，一种是卡式的自然人凭证，一种则是行动自然人凭证。那我自己办了行动自然人凭证之后，它就是直接在手机上面，我每次要下载疫苗凭证、登入报税等等，它就跳出一个好像Google 也会有的那个你是否确定登入这个网站的视窗，你只要按个是就进去了啊。那因为当时要发感应式的新式的凭证，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已经没有在用读卡机的电脑了，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了，所以当时的设计是希望说，哎，那我把这个新式身份证，也就是感应式自然凭证贴在手机背面，稍微感应一下，哎，这个我就可以透过手机登入进去。但是呢，后来我们就发现说，手机里面也可以放这样子的，我们叫公钥私钥的这种金钥，所以也就是说手机也就可以当做自然人凭证。所以如果你本来的想法是公投联署等等的这些的话，现在我们已经用你的手机来加入的方法了，那这是事实部分的回答哦。那但是在感受上面的回答，我想要这个回答这个临时被取消或者沮丧的这个心情啊。因为民主是这样子的，它是一群人就是共同体里面的人嘛，公民嘛，一起来决定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那但是呢，之前民主的运行的方式，它的频宽不是非常的大，好比像说如果你是投票的话，那一张票上面就算公投票好了，有十个选项，那也只是十个位元嘛，十个公投案你每个可以投可以或不可以，它的延迟是非常的长的，每两年才能投一次，那或者
是其他地方性的，可能每一年才能够行使一次。那而且呢，它连接到的广度呢是比较不足，也就是说大家有空有时间出去投票，但是你总不可能每天每天这样子投吧。大家有空对于重大的议题来发起联署，但总不可能每天每天我们的户所都在那边查对联署书吧等等。所以也就是说，在没有数位科技以前，没有这个就大的频宽然后低的延迟广的连接以前，那我们关于共同体的很多决策就会有这样子说，那我们过了四年忽然之间本来存在的政策不存在了，或者是说我们过了四年忽然之间本来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好像重要性就还好了等等。那另外一群不舒服的人可能要等四年才能够再改变这个政策，但是就换另外一半的人不舒服了。所以这个是有数位以前的民主的一个很长期的面对的一个挑战了。那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件事情，我们想的解决的方法其实也蛮简单的，也就是我们可以尽快的把社会上面大家觉得重要的价值，透过像今天这样子的比较高频宽的大家可以随时打字提问的等等的这些工具把它收拢起来，以及当这个价值收拢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值得做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扩散这个创新到每一个想要用的人身上。那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没有办法讲很细，但是呢，我想引领大家看我们的虚拟健保卡的几次的协作会议的工作方。如果是找虚拟健保卡或者健保卡数位化等等，那就可以看到说跟我们的 EID 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在发展虚拟健保卡的过程里面是重复的迭代式的，把民间所有提出过可能是更好的价值或者是更值得持守的价值或者更创新的想法的人，我们都一次一次的卷动进来。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一个卡它制定起来之后，它是一个科学的应用，是一个技术嘛，那它至少要可能以年为单位哦，你才能帮大家都来换卡。那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在手机上面可以运行的东西，好比像说健保快易通，它是以天为单位来迭代的，也就是说有一件新的想法发生了，大家觉得说我在虚拟健保卡上面，我不但视讯看诊要用，我也是开药要用，或者是说健保快易通我不但只是要能够用来去找旁边哪里有口罩，我也或者快筛什么的也要能够订疫苗等等。所有这些当这个想法发生凝聚，大家觉得价值没有问题之后，它明天就可以先试行。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比起全面式的要求所有人都同意同样的 norm， 就是社会规范，我们可以先让觉得这个新规范比较好的人先试试看这个社会规范。那最后呢，这个 我想要回应这个林清高的问说，这个迭代的会议记录有没有公开在网络上？有的，我们的虚拟健保卡的整个协作会议的案子我们都有完整的，不管是逐字好像也有影音的记录，我待会儿会连结可以贴上去，或者方瑞找到了可以帮我贴上去，贴在 chat 上面。那有这样子的记录的好处就是这个会它不会白开，也就是每一次大家进来的时候都是在前面的这个公开的记录上面带着前面所讨论到这个共识的价值，大家讨论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更好的来满足这些价值，而不是说这群人聚敛了价值，可是好可能也有统计代表性什么的，可是带不回去，也就是说另外的一群人又冒出来，没有经过前面这个聚敛的过程，又要再花一点时间在这个集思的过程，那就没有办法从集思的过程到广义的这个过程去。所以我觉得比起 New EID 来讲，虚拟健保卡迭代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它现在应用也是相当的广泛。那我也觉得说这是一次共识形成，到我们现在在疫情的时候，它照顾到这个共同体的边界就比有身份证的人要大多了，因为就是我们关心大家的健康，打得到疫苗不是只保护他嘛，也保护我们。那所以不管是没有身份证字号的我们的移工朋友，他是有居留证的朋友，或者是根本居留证也没有，他是拿什么邻人自医什么进来的，各种各样子的事由进来的朋友，反正他只要在这边我们能够健保系统认识他，那他就应该要受到健保的照顾。那即使是健保系统他暂时还没有加入健保的，我们也用了各种各样子的方法，包含阅
足型的门号认证啊，这种多元认证的方式把他们都带进这个公共卫生的系统里面。那同样的，这也是每次就是关于谁的问题，这些人提出这样子的倡议之后，哎，这些人一起来解决，所以就不是只是解释问，我们不是只是解释问题的角色，变成大家看到相同的共通的事实之后，一起进入一个解决问题的这样子一个角色啊。那汤家树想要问说，就是各自的保护的制度啊，来达成这个当责性啊，其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健康存折跟我们的虚拟健保卡在健保快易通里面比较好推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事实上是有一个 ledger， 是有一本账本的，你只要打开你的健康存折，所有刷医师人员凭证药师等等的这些朋友，中医师牙医师等等，跟你的健保卡有所交互的时候，他要跟你对赌，好像不是说对赌了，但是总之他也要提出他的凭证。那所以这个时候关于你的这次不管是诊断错误啊还是什么之类，你都可以在这边要求一个 account， 也就是说可以拿到他所看到的，你也看得到一份。第二个是如果中间有错误的话，那你可以申诉，而且你也可以说，哎，那这个关于我的记录是错了，是可以修改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从清零阶段到所谓的共存阶段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透过健保快易通来让大家完成，不但是自主意调，甚至之后关于居格单什么东西都是透过健保快易通来取的。同样的，这个也是 accountability， 就是关于你的这些行政处分行为等等，你有一个看到完整记录的地方，或像 my data 那样有一个下载的地方，然后在里面有错误有效弥补的时候，不是说，哦，演算法决定了，机器学习按照以前人的资料帮你决定了，而是你所认同的那个社会规范你可以参与其中来决定。那在未来的 EID 的这个题目上，我想大家就不会在用过健保快易通之后就不会再同意回到过去的那个 norm， 就是要把自然人凭证好像强制的粘在你的纸本身份证上，在停车场换证的时候就把自然凭证放在别人手上一阵子，哦，那当然是不会变成这样，而是变成就是多元有选择，而且是用类似像健保快易通后面的健保相关的法规以及技术制度来确保说，哎，这样子的可问责性是可以达到的。那我非常感谢宇昌啊，有提供我们的就是 PDIS 的网站，那 PDIS 网站上面有很详细的记录了，就是当时的一些写作的过，那可以就是一些的，好，就一起来看是小白想要显示，如果有找到的话，也可以贴的在上面啊。好，那所以关于第一个这个问题我想就差不多回答完了，而且也这个1:45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非常准时的就交给 CK。 好，谢谢唐凤政委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嘉凯来替我们分享下一个阶段的观点，谢谢。好的，我分享一下画面。我这一段主持人给我的题目是怎么样做一个公司协力的社会嘛？怎么打造？那我觉得说光是打造还不够，还要能够永续，因为打造好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那做完之后就都不是朋友了，这样子也不行，所以必须要是打造一个永续的公司协力伙伴关系。那再讲这个。有趣的话题之前，这个定义就鸡同鸭讲。我们先看说为什么要 PPP。 我的看法是说，重点在于说风险的管理跟分担。一个公共性质，用讲 PPP 嘛，一定最后一定是一个公共的计划。那这个公共的计划或公共的服务或公共工程，它的风险有很多层次，从一开始的规划到新建，然后到最后的持续经营，都会有很多层次的风险。那风险投资跟报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比例关系，或者是不成比例的关系。那这些关系如果从传统的委托关系来讲，就是
雇主就是政府，他就是出一笔钱，然后成交的委托单位供应商他就要负责到底。那偏好去谈提不同程度的风险，那这种风险是一个光谱，不是一个绝对零与一。那这样的关系之中就会有很多层次的 PPP 会出现。举例来说，在工程的领域，我们很常见到的，从就是签约，你就是负责盖完，那盖不完，就像台北市的那个皮蛋豆腐，那盖不完之后就倒闭，啊，那欢迎下一家接手，这是一种很单纯的 PPP。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有些是 BOT 的，盖好一经营一段时间之后，你回本了，然后再交还给政府，或者是甚至是共同出资，然后一起承担成比例的风险，这样子的 PPP 都有，这些属于工程面的 PPP。那另外一种的 PPP 比较常出现在服务性质的，尤其社会服务性质的，称为 pay for success， 因为你的服务有了绩效，才能够政府才付钱。那这是依照你的服务绩效当初约定好的比例去付钱。这样的东西，比方说你要提供的是社会服务、医疗服务，或者是一些其他性质的社会创新，那这样的话都是很多在其他国家都采用所谓的 pay for success 的做法。这样的话，一开始的风险不会完全落在单一的私人基金，或者是在政府的预算里面，而会大家按阶段去有不同的投资报酬率的设定去做风险的分摊。那我们这样子，这是我认为的 PPP 的光谱，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那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我们要看讨论说一个好的 PPP 它可能会需要讨论哪些面向。那这些面向是我这几年有间接参与的一些在台湾的事情或国外的事情会看得到，所以想就是跟大家讨论四个英文单字。第一个单字叫做过程 process， 啊 ，process， 我是认为说 PPP 它不是一个计划，一个计划一定有起点跟终点，然后有截止日期，有明确的交付项目。那往往所谓的公司协力，除了是那种我们刚刚讲就是合约性质的公司协力的话，通常都是一个互相摸索跟熟悉，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进，然后边做边学的过程。所以它只有一个过程，重点是这个过程怎么走得顺，怎么样子大家在过程中间都能够一步一步走得踏实，这是第一个可能要我在这几年看到的事情，就是 PPP 是一种过程。那第二个呢， PPP 它与其说是要讨论怎么分工跟合作，比较重要的是诱因的对齐。诱因的对齐，每一个参与 PPP 计划的人，不管你的角色，你是承办业务的政府单位，你是有利害关系，直接利害关系的民间单位，民间单位包括可能是机构，或者是公司，或者是非营利组织都有可能，还是是民众或者是社区的居民，这些的话你要参与这件事情一定有你自己的诱因。那这各种的诱因如果能够找到大家的交集，这样的话才有办法一起讨论下去。所以重点是而不是在于怎么分工，因为只要诱因对了，大家自然就很明确知道说自己的专长跟适合摆什么位置，这个都不太难。所以第二个是诱因。那我觉得第三个就是信任。在一个第一次的 PPP 里面，你怎么样子去确定说你可以跟这群人合作，这个信任，那建立信任的基础是资料跟资讯，资讯怎么样子对称，然后资讯怎么样子共享，然后在过程中怎么共创资讯新的资料，这个都是建立信任的很重要的过程。那最后一个是推力，有了在这个漫长的合作的过程中，你有了一些诱因的对齐，那你有了资讯的分享，那接下来还有一些要改变你的惯性，在做很多的做事情习惯的惯性要改变，或者是一些行之有年的规矩，尤其是像公部门很多是潜规则，而不是法规，是规潜规则，你怎么样子去引导去改变，这个时候推力的设计就很重要。那接下来我就举一个有些人听过的例子，就是救急救难引证通给大家听听看。这是一个我的参与部分，就是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所以我说是一个过程，这八年来才算是走出了正式第一步，算站稳脚步。所以我们来听听，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小小的案例。我跟这件事情的结缘是14年的气爆。
那气爆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气爆，气爆事故，气透当天晚上整个高雄地区的急诊119通报，然后跟送到相关的重症急诊室的一个实际的记录的重现。所以现在看到每台救护车都是真实的资料所做历史重现的。好，当时就是一团紊乱，不知道要送到哪里，因为不知道哪边已经满，或者说该送到哪间医院。这件事情是所有急诊跟急救单位的永远的痛。那因此我们在14年的时候就做了全国第一个医疗的黑客松，在高一。那在这个医疗的黑客松里面，有医师跟消防局的紧急救护员，他们一起去设计了一个 App， 要做大量病患检伤后送的那个统一指挥的一个资源的服务。那同时过程中也去探讨了一些急诊的网络，在地的急诊网络，200多间医院的急诊网络，说平常之间是怎么样的去转诊，所以他们的系统跟流程是比较相融。这个相融的这样的习惯，其实在制定地区的紧急医疗计划一直是没有被注意到的，所以这一点他们后来就慢慢融入进去，然后再做一些他们的负载能量的分析。好，接下来到第二年之后就开始做了资料动线盘点，请了消防局、卫生局还有台南跟高雄的医院，大家一起去做现况盘点。那盘点出来就是整理出从119到医院，然后再到卫福部144的所有的资料的动线。那其实最后结果发现是断线，不是动线，因为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谷仓，彼此之间的资料其实很难相同，都是各填各。那有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当时的参与的伙伴们就开始勾勒说，那以后我要怎么样做一个所谓的一站通的概念出来，一站式的服务，资料可以串接跟抛接啊。这是当时他们在2015年自己做的一个许愿。有了这个许愿之后，所以想象中就是要减少重复登录，然后还有在地备份，然后因此是可以从救护车到急诊室一站通。这是2015年大家的许愿清单。从2015年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往前推，从地方就是比较 button up 的方法慢慢推。所以先拿了把急诊资料变成是开放资料，让大家来预测医院急诊部的拥塞程度。那做这样的一个小活动要增加推力，那就必须要有加持，所以就请了当时的行政院长张善政院长也参与那个成果分享会。那有院长的加持之后，整件事情的能见度就变得很高，所以就可以继续的往下讨论。那接下去的16年之后，就开始继续做了很多的相关的医疗的分析，然后在地的医疗跟救护还有医事端的朋友们，就是整个救护圈，他们就越来越熟悉资料的运用，以及认为资料品质是很重，对他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然后开始有了认识，到了18年发生两件大事。第一个是他们高雄就开始做了救护平板的行动启动，所以可以把救护车上面的资讯开始做直接的数位化的记录，然后这个记录结果可以直接传接给要去的指定的医院，然后这样的话资讯就开始串起来。15年在讲的事情18年就开始做了。那18年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鼓励他们去参加总统杯黑客松。他们就要在说，在紧急救护的时候，在对的时间把对的资讯传给对的人，有了对的人之后，所有的资料就可以完整的整理，用标准化的资料格式与国际相同的资料格式去串接，串接之后，而且是不需要去问，就直接需要看资料的人，有权限的人就可以在自己很方便去查到资料。那这样的概念终于在18年的时候，就很高兴他们那年得到了卓越团队奖。刚前面是行政院长加持，现在有总统加持了。总统加持之后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在当时的颁奖活动，这里面有这一个历史照片，这有两个地方的消防局长，还有一个卫生局长，然后这样子的话，支持之后继续往下讨论，就开始规划出一个全国性，从一个高雄的在地经验的一站通，怎么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架构，就包括了卫福部跟内政部消防署也一起合作，设计出了一个国家级的一站通架构。那这个架构呢，这个架构应该说，这个架构在18年活动结束，总统加持，然后到了20年，感谢这个唐政委加持，然后协调下，我们把这个计划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府计划。
然后有了政府计划之后就开始做，然后做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就开始陆陆续续出来发挥了效果，然后也受到了一些肯定。那这些肯定里面，甚至像消防署也把他们当年的成果，用平板的成果也拍成了影片。这个影片大家上网查就可以看到嘛，马里奥就有了。好，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说他们怎么做出了全国性的救护平板，然后可以开始逐步的在推广使用。这个影片我就不说了。那所以从快转，从14年开始，然后18年有总统加持，然后20年政委加持，然后加持之后开始计划启动，正式的一个政府中央级的政府计划启动，就是从一个在地的小小的医院的医生，然后跟一个小小的急救网络开始。那我们要问的是14年的气爆，然后到了去年的城中城，在地的现场第一线作业到底有什么改变。这是一个很不幸，但是也是一个很刚好的一个验收的条件。所以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他们的第一线的急诊医生，那个城中城完的隔天早上，我刚好就去高雄跟他们吃饭，吃饭他们就聊到城中城这一次最大的改变有两个。第一个是资讯开始相通了，所以他们就不会一团乱要打电话问资讯。那第二个的差别是他们在现场事故现场派了医生当场可以开死亡证明。开死亡证明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死亡的就不必要再送到急诊室去占用急诊室很有限的资源。所以这件事情是已经开始做了一些的明显的改善，所以就是他们用资料证据在大家一起合作开始慢慢的推动，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品质。这是这整件事公司协力的利害关系人非常的复杂，从医院端、救护端，还有一些其他相关领域的合作，这是他们事后在这几年下来这两年去整理出来了一个合作的脉络。这个脉络可以给大家参考，什么样子是可以看到说可以看到说要做到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然后这里面每一个角色他的诱因都要对齐，因为每个人都有想要达成的成就或想要得到的回馈。这些回馈一旦对齐之后，再给予适当的推力，就可以慢慢的去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小结一下，我认为成功的 PPP 的成功关键，第一个要认识到这是一个过程，没有终点，只能一直往前推动。那再来是诱因要对齐。然后最后要资讯共享，去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那要改变惯性，尤其是一些行政机关的惯性的话，很需要的就是要去设计适当的推力。刚好结束，谢谢。非常谢谢嘉凯跟我们的分享。那待会呢，就是大家不要紧张，待会 Q&A还会有时间让大家发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 Lost 的哈巴来听我们分享，谢谢。哎，大家好，我是哈巴，这样听得到吗？有。啊，荧幕正常吗？正常。好，大家好，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喝好水，吃好物，有良居，是我们去参加总统杯的一个题目。好，那我们分享是辣子团队的公司协力的实践。好，那刚才听到嘉凯说的那个东西，其实在辣子的实践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若即若合的，所以等一下在分享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一段。那这个投影片是 CC by name， 所以它是公开的。那右下角这个 logo 是一个 QR code， 连进去的话你可以拿到不止今天的投影片，还可以拿到我在这几年讲的就是所有的演讲的相关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会提到。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总统杯，那主要协力的单位是水利署，他是要做头前溪的流域资料融合的公司协力专案，所以公司协力专案嘛，所以跟今天的主题很有关系。那我们有释出水源分析系统，我们有释出资源地图。那目前他因为是卓越团队嘛，那我们已经进到今年后总统杯时代，我们已经开始把我们在头前溪做的目前要复制到秀姑兰溪、淡水河跟浊水溪，这是今年大概的计划。那下面很多连结都是相关的资料，我想今天不是这个主题，我就不讲这些部分。好，那一开始要讲的是LAS 公司协力模式。那这个是我一开始在做公司协力第一开始在思考的问题，因为其实
NAS 虽然做蛮多事情，但其实我们比较土炮啊，现在搞不懂自己在干什么。那一开始听到所谓的公司协力，我就去思考什么叫公司协力哈。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在一两年前，那时候我自己以为我看到了公司协力，那个时候的私是指的是企业，但是我的认为里面私是指民众，那很多的民众是社群，所以这个私一开始就有点怪怪的。然后协力最重要就是合作，那在我们的工作经验里面，合作最重要就是沟通，所以其实协力就是沟通了，我觉得。那只要是困难的事情呢，它基本上就一定会在开会解决。然后困难的东西它通常没有办法一次开会就解决，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持续的开会。那我们的 NAS 是开放社群嘛，所以我们认为一定都是要开放的，开放参与一直是处，这个是基本的精神。那NAS 公司协力它其实也蛮久，可能快要两年。一开始在左边这大块是跟水利署一开始的公司协力，那时候就开了断断续续不是，然后一两个月就开，就这样开了五次。后来到了头前溪又开了两三次，然后才进到去年的总统杯再开了大概两次。那到了今年最近在流域复制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头前溪又开了一次，然后那个我们在这一个月大概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还会再开九合局、十合局、四合局的会议。那这些每一个都是同一种模式，那只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进程。那在这个进程里面，你都会看到有很多有的公部门在什么时候进来参与，有的私部门在什么时候进来参与，这个是它的简单的历程。那这个是整个社群的架构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投影片了。那这个是在总统杯里面我们真正协力的单位，你可以看到公部门在流域治理里面从水利署、水保局、林务局到农水署，到后来的环保署。地方政府其实都是会进来协力，这是公部门。那私部门当然就各式各样的都会进来。好，那我觉得协力最重要的就是成果，它是成果导向的，你开会就一定要有结论，结论就要推行，推行就要有成果。所以这个在一开始前段水利署协力就会有这么多的成果，有水利署做的、NAS做的、一起做的。那在后半段在头前溪这边呢，也会有每一次协力的成果。那这其实没有要让大家看这么细的东西，最主要就只是跟大家强调协力最重要就是要有成果，要有改变。好，那讲一下我们在一直在讲的协力模式到底是什么。那其实这个东西呼应刚才嘉凯其实蛮多事情，比方说这里的开放，开放是信赖的基础，这个是我们认为的。那我们的开放呢，是所有人网络报名都可以来与会，然后只要是 NGO 或者是团体来，他基本上都可以有五分钟的倡议的时间。那这个是沟通的基础。然后我们所有东西都一定每一次都会有公开的会议记录。而且通常我们的会议记录释出的很快，今天基本上他一天内他就会在公开的释出了。所以他会议记录也是相当的快。好，那然后再来是协力，协力是要合作。所以我们基本上定立了一开始的一个 rule， 就是说主要是公部门，公部门要这个议题通常要公部门也要同意，因为我的理解是你公部门如果没有想跟你协力，这个题目是很难推动。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没有必要先去挑公部门就是不喜欢的题目。好，那这有一个就是开会的一个架构，这个很细，有兴趣的人可以看。好，那这个是整个社群在运作，公部门跟私部门。比方说NAS 不是NAS 跟公部门开会，是NAS 想办法招很多的民众、很多的社群一起来公部门开会，所以到后来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平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那我们在就是这个是后来就是现在要复制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展开其他流域的结构，那只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那个这个是总统杯或者是后总统杯，我们要复制到三个流域，然后在就是以比方说以基本功好了，他讲的是流域治理，讲的是资料治理，
那我们发现很多 NGO 其实他们就是不知道、啊、很多 NGO 他不知道、啊、他比较不会懂、处理资料、啊、他可能不会处理这些 IT 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也会有网课、啊、那这个中间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今年展开 以愿景跟议题 为核心的一个方式、啊啊、那其实今天讲经验谈嘛、啊、所以其实也是要跟啊、也是要谈一些关于经验谈的部分、啊、其实整个的我想这个 Q&A 比较实在、啊、就是说比方说为什么要有公开的会议记录、啊、那这个就是为了要开放而且为了要跟催、啊、为了要跟、民众同步、啊、然后我们在 LAS 协力模式里面其实我们还设计实名制的参与、啊、实名制的参与指的是说你来你一定要实名、啊、简单讲我们其实公部门应该会怕坏人来或者怕人家就来闹场的、啊、所以这个有实名制的问题。然后我们的里面、啊、其实每一次的 LAS 协力会议你把它想象是会议其实你把它想象一个小型的 conference 比较像。因为它即使在两个小时里面它的投影片全部会释出。它通常 一场会议里面它大概可以释出五到十个投影片就是五到十个议题就对。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比较像是、小型的 conference。那比方说你为什么要每一个民众都可以参与议题为什么要任何人都可以提出 我想这就是民主的价值嘛。你挡入一些人你就谈民主就很奇怪。那你如果、议题都不给人家来沟通那其实他就没有协力的基础、哦。那不表示说人家来谈他讲出来的议题公部门一定要回应或者一定要理你、哦。但这是民主嘛。你讲的不一定对我不一定一定要理你嘛。或者你根本没有民意基础我为什么一定要理你。但是他应该有他的权利他可以拿他有他的五分钟可以讲。那我们还有一些会前会啊或者什么他其实都有很多相关的设计是让我觉得是让整件事是会有他的方法。那其实我们从我一开始做这个模式我们实践了一年多快两年。我其实一直很想要把这个模式、复制出去因为既然它是一个模式就不一定要 LAS 来执行或者一定要隶属来做或者是怎么样、哦、那一开始的设计都会希望说这个模式是大家可以共享、啊、这就是开放的精神嘛、哦、那大家可以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模式在各个、不同的公部门或者不同的场域、哦、都把它复制出去当然我也不能说这个模式就一定是对的人家就一定要这么做但是如果它是有效的或者是它是有点用的、哦、那可能是可以把这个、整个模式或者是部分模式把它复制出去。那这里面我们的其实它我自己觉得复制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当然水利署还有15秒嘛结束了吗好那这个是如何复制、哦、那整个的参考资料在这里、哦、所有里面讲到的东西、哦、都在这里面会有好那我这里还有一分钟嘛好那我讲一下比方说刚才那个嘉凯好刚才那个嘉凯说信赖好开放的是信赖比方说推力推力赛其实参加总统杯就是一个很好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推力好那诱因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开放社群里面又不谈钱又不谈什么东西所以对其每一个人他为什么而来他其实在都是下过非常多的功夫、啊、那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它是一个很持续的过程、啊、那我在这里就是刚好用这个例子呼应嘉凯的一个说法好、啊，谢谢大家好的谢谢阿爸那感谢上面三位讲者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留给大家来做提问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举手发问或是把你的问题写在旁边的讯息栏那我们就会请讲师来做回应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请唐凤政委好那很高兴、啊、来主持这个对谈那我想打字的朋友就继续打字那也有一些朋友打字是比较没有办法畅所欲言的话那就麻烦用这个举手的功能那我会尽可能的交错在就是举手的功能跟打字的功能中间好那哈巴这个已经看到第一个问题了就是公的这一方哪些层级的行动者是最关键的呢其实在那我就直接回答嘛好对啊对啊、那
在 LaaS 的模式里面，我们在传统的企业的经营里面，基本上简单说，在 LaaS 跟人家协力的时候，一定会上跟下都找一个人，上就是老板嘛，下就是执行的人，能够真正在执行的人。那通常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要跟老板同步的，然后呢，当有一些授权的动作，都是希望老板能够同意的，那但是实际上老板不会关心很多执行面的东西，所以其实很多执行面的东西都是跟有点像承办或者是负责人来做沟通。那我的习惯是说，大部分都是跟承办来做沟通啦，当你只要觉得承办会有一点点疑虑，或者有一点授权的问题，或者有一点什么事情，那你就一定要跟就是长官做沟通。通常我们都是两边一起的。那我简单回答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当事情越顺利的时候呢，就越不需要跟长官联系。当事情越不顺利的时候呢，你就越需要跟长官这边做更深入的沟通，取得他的一些推力。那一直运作来以来都是这个样子。我简单回答到这里。好吧。那阮俊达希望我讲一句话，那我就讲一句话好了。其实对于所谓的长官来讲，最重要的是他也要是使用者，也就是说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这个创新对他在意的人家人等等的重要性的话，那最基层感受到的痛苦他就同时感受到。所以我们绝大部分不管是总统杯黑客松或者是我们的协作等等的这些参与式的设计，大概都是在想尽办法让那个最高层级的长官，甚至包含总统或院长，发现说诶，这件事情就是他之前经历过的一件不舒服的事情，而且现在大家正在想尽办法让他降低风险，而且也让他变得更省时省力，概念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总统黑客松的这些朋友都非常擅长在五分钟或不到的时间里面做 pitch、一开始就提气爆，一开始就提什么，因为他就是扣合了某个非常重要的长官他自己在治理的那个当下气爆的时候，就是当时陈局秘书长当然是在就是第一线的等等，所以你扣合到他的个人经验，当他也觉得哎，那我是使用者的时候，这个就变得相当容易。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有人举手吗？如果没有举手的话，那我们就要移动到小韩的问题咯。来，问题问说，这个资讯数位化网站完备啊等等，感觉他们都直本的逻辑把它数位化，当然也许省点时间，就是你从跑四个柜台变成上四个网站，那但是似乎没有做什么流程再造、哦、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方向或者是实务的经验、哦、这个嘉凯要不要分享看看？我觉得就先记三个字吧， PPT 不是 PowerPoint、哎、是 People, Process and Technology， 人才流程还有科技。那现在这往往是大家的跳着进去都是先讲科技面，我要加什么新科技，科技的堆栈，一个 tech stack， 那一直堆上去，然后但是流程都没有改，所以常常看到一堆新的科技堆上去之后，最有趣就会出现新的数位断裂，那个断点，那这些断点才是真正的工作的瓶颈。所以就是比方说一个大家永远的痛就是要数位签章就是不太多人用，所以最后还是要落回资本去跑流程。没错，一旦有这个数位断点出现之后，整件事情就会效率就会卡住。那所以那为什么可以突破这个断点呢？那回到第一个 P， 就是 people， 人有两个，一个是有两种，这个人才有两种，一个是现有人力专业的人力，他怎么做数位赋能，他可以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数位技能。因为人的能力的极限是他的想象力，他根本想不出来有新的做法，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去改变。你要叫他改造，他只能用他知道的东西去设法去思考而已。那第二个就是需要新技能的人进去跟他们做跨领域的合作，所以 PPT People, Process and Technology 给大家参考。好，非常感谢。那哈巴有要补充吗？我不用这个。好，对，这个不用。那好，那车车问说，如果没有人举手，车车问说公民参与啊，审议式预算啊，是不是公司协力的好的开始啊？那这个我想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谈的很多，其实它也某种程度来讲是在决定下个年度的预算怎么花。因为总统杯黑客松他搬的那个投影机，有个台湾形状的投影机，基本上就是他会好像总统才是一样，事实上总统要叫指才哦，指示才是一样啊，就是行政部门要想尽办法在明年的预算或者是人力或者甚至法规，好比方说远距看诊等等的法规里面去进行调整。但是呢，这件事情是来自他在公司协力过程里面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包含真的有民众，有痛点的民众提出一个许愿，包含透过平方投票法，大家在各个团队的互相投票拉票，因为我们把投票法设计成一个就是有综合效果的人会帮彼此拉票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到公部门、私部门还有跟社会部门这三个都能够结成团队，这样他才有可能进入前20强或甚至前5强。所以当他取得这种正当性的时候，那去拨预算呢，那当然我觉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啊。那不知道嘉凯有没有分享的？对，那预算最有趣的是，你要2年前别的东西的时间，因为这整个的预算周期是很固定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要看远一点，然后但是就是说要做的是一步，先做一小步，然后可以争取到一个小阶段的预算，然后再去规划长期的预算。以刚刚一站通为例，第一年是先争取到一个额外的1年期的预算，那之后再有相关单位去编列4年期的正式预算，所以这是要循序是的。还有三个一个是说当首长是你的使用者的时候，他随便签就可以有99万块的预算，但是也不会再多了。那这个是所谓的小额采购。那所以通常就是用来去做关于这件事情可行性的发散式的探讨。那接下来就是嘉凯说这个比较救急不救穷的跨部会属科发基金啊等等的这些预算。那这个1年期那可能稍微多一点，可以到千万等等的等级。但是当你真的要把它全部规模化，因为我们刚刚讲全部都是小的地方的集思变成全国规模的广义嘛，那所以这件事情要规模化，到最后广义就要上亿咯，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2年前来编，所以这是有三个阶段。那就是差不多就大概就是对应到从就是 POC 的阶段，然后 POS 等等，然后之后整个转移的阶段。好，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是说 Rebecca 想要问说，如果部分公部门比较保守比较僵化，这个好像是哈巴的问题，请问该如何克服人家的保守心态？我觉得其实怎么讲他们通常都是这样，不过他们保守僵化，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在于他们比方说对资料比较不懂，然后对比方说对科技比较不了解，比方说对现在大家社群名义上比较不了解。好，那我觉得我们跟 LAS 的协力模式里面它其实概念是，我觉得大部分的 NGO 或者大部分的议题者它比较它实有点像是它只想解决它的议题的问题，可是在 LAS 跟人家协力的时候它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进去是想要帮助这件事情。我们虽然有一些比方说数位的想象资料治理的东西我们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进来并不是我们只是朝上那个方向，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帮助他们，所以你会去像我们会去了解说如果在走这个方向，假如他是心态他没有这个心态，那你希望改变他的心态。不过通常你去的时候你大概他大概都会很认同，不管你是环保还是资料还是开放，以水利署或者例子他们是很认同的，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落实在他的工作上。所以我们谈的东西都很简单，比如我们每一次的会议谈的东西都是你下一次会议就能够做的简单改给我网页啦比方说你清理一点资料啦，开放提供点资料啦，或者是怎么样啦这个是他们手头上就能做的。然后而且我们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谈的就是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好了，比方说他们说我们要上一个系统清单到网页上，结果你会发现他们搞了一个月他们上到系统清单上去，实际上那个清单连个 catalog 或者什么说明都没有，他就是他有的时候非常状况外，但是你必须要慢慢的陪他起码你有了嘛，那我们下一次再把它目录啦，或者再把它分类啦，再把它弄。可是我觉得公部门他们有他们可爱或者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当他听懂一件小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只改你这个小事情他会把他比方说你跟他讲说你这个资料里面要用 UTF-8，
他会把所有的资料都转成 UTF-8、哦、他不会只是说 A 这个资料有 UTF-8 他其他就不管。所以我觉得他观念在于说他不知道怎么做，大部分情况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你只要很有耐心的慢慢的引导式的让他知道怎么做，他实际上他后面的执行其实是他会超过你的想象。然后其实我们跟他们协力的时候，我们不太会去管你保不保守，你僵不僵化或者什么东西，你也不需要去改变别人什么东西，因为他一定有他的困难，所以你最重要就是关切他的困难。那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做的，什么有很多东西是民众没有办法做的，那民众没有办法做的你就不用担心他了嘛，你反正你也没办法做、嗯、你能做的比方说他不懂民意或者说不懂民众的看法，你就多提供民众的看法给他，那他可能缺了一些专家来协助他，那你就介绍一些专家来协助他。那比方说我们在论，就是大家会来就是会来说他们的议题或者是他们的内容嘛，那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刚好公募们对他是有兴趣，那你就想办法让他撮合，想办法让他有一些有一些开会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下一次再来检核。我觉得关切点在于说你是去帮忙的，你不用去想他们既有的怎样，你只要去关切说什么东西是你帮得上忙的，而且当然是要在你整个你的方向上，你想要是资料治理，那你当然就是要去关心资料的问题嘛。你想要关心的是协力，那你就是要想办法把协力的这个部分解决嘛。那像就比方说好了，虽然我是跟水利署协力，但我们很少去谈水利的问题，因为水利的问题他比你知道啊，他比你懂啊，你不需要装作你会然后去跟他讲这些事情了。嗯，那反而是比方说资料比较不懂哦，就是就简单讲他们需要什么你提供什么，那反正他们的困难解决了，你想要到的目标他基本上就一定会往前进的。嗯，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里面讲的都常常会这样讲，就是我们谈的东西都一定是非常小，因为你谈一个大的，其实当 LAS 会跟人家协力，他们的在公部门上他们的长官其实通常都很支持，但是长官即使很希望下面改变或者做好数位治理或什么，但是其实下面是不知道在干嘛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专注在小事情上，专注在你下一次会议就能够检核的事情上面、哦、那你不用讲的那么远，反正你后面有五六次会议可以推进嘛，你不需要谈得很远，你只要专注在你下一次可以解决的事情，然后你会发现你一次歪一点一次歪一点一次歪一点很多次之后，它的转换是非常的大的，是一个迭代的、就是、迭代的概念，可能就是它才会有一点样子的关系。 对，因为迭代就是固定周期，那我觉得 LAS 就是真的周期特别短，周期特别短的话，每一步的那个学习曲线在这个学习型组织里面它真的就是一个缓坡，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不然长官交办那迭代又很长，每季才看一次，那就可能一个学习陡坡或一个学习断崖或什么，那这样就不是学习曲线了、哦、所以这个很谢谢这个阿爸的分享。那刘维佐想要问说说愿景工作方式今天的题目，那不知道对数位愿景是怎么样子的想象，那以及数发部的成立，自己通常都是讲数位部啦，我很少讲数发部，主要问题就是说有人问数发部长到底有几发的时候我不是很确定要怎么回答，但数位部长有几位我可以说、哦、在座各位都是，对不对？所以 anyway, 那但是后来我也想到一套回答的方法，就是说、那数发就是三发哦。那这个三发的概念我们有写到这个行政院明年的施政方针里面，你看明年施政方针现在就要写了，那这个是一个已经公布的文件，叫行政院112年度施政方针，那在施政方针的各部会的方针的最前面的第一页，仅次于地方创生的第二点，就是这三件事情，这三发就是突发、社发跟产发。那但是因为今天不是立法院施政报告，所以我就不在这边念这些字了。那但是这些我觉得都是这几年总统杯黑客松社群非常强调的一些概念，数据公益啊、资料民主化啊、跨国公民科技啊、跨域协力啊、那个突发状况时候韧性运作啊等等等等。那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没有人举手吗？没有人举手就再往下咯。钟如想要问说在公司一些讨论里面会不会找不到公部门的需求，
也就是说，因为刚刚哈爸强调的是说，我会觉得自己很完美了，根本没有什么好互补的、哦、那这样子，任何人来的时候，好像就是来踢馆或者是找麻烦啊等等。那这个当然，我自己是没有碰过这种状况，但是那也是因为，我通常收到的案子都是已经有社会正当性了，也就是说，如果不处理的话，会有一群人非常不舒服。那但是，这个是因为我一开始入阁的时候角色定位就是做开放政府，所以关于有这种形状的才会到我手上，所以我没有碰过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家。凯有没有碰过？我也没有，我这边基本上是那个非法职业，所以说都是有挂号上门，就是自己觉得有需要跟外人讨论的，我才会收到这个 request。了解，就是能够付得起秦博士或不对黑杰克。好的，那哈爸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其实公部门的需求通常很多啦，他不会没有需求。但应该是说，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他通常大部分是在谈的过程里面，你才发现他才会告诉你，哦，这是我的需求。比方说，好，我们在谈资料好了，我们在谈资料，哎，我们可能就你跟他对齐嘛，你跟他说你不用跟他讲你的资料，讲说我都看不到你的这个，我都搞不清楚你的资料是什么，他跟你很认同啊。对，所以这个需求通常很明确。那比方说我们很多，比方说协力会议来，比方他们民众讲说，我们想要做这个东西，我们正在要做这个东西，怎么样怎样，你会发现其实比方说三个奖里面可能有一个到两个，其实公部门他们都很有兴趣啊，他们都会觉得啊，这个是我们很想弄的，我们很想跟你一起合作或者是怎么样啊。可是哈，以这个需求来讲，其实你在人家还没来讲之前，你其实也不知道哦。当人家一讲，他就反正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撮合起来，然后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公部门他有这样的需求。对，所以我觉得需求他其实一定是很多的啦，然后只是你要去定位到找到他在哪里，可是重点还是在于你找到哪里之后，你后面是要有行动的，所以你如果后面没有办法有行动，你找到他的需求是没有意义的嘛。所以像我们里面就是人家来谈的时候，那通常那个在协力会议里面他谈一个议题，然后谈到刚好公部门很有兴趣，他一个这个结合是非常棒的，因为你苦主也来了嘛，懂的人也来了嘛，那公部门又有新需求，那他们之前就是其实就等于是你以前是刚好他们碰不上，那你今天碰得上之后呢，他们其实在我们协力会议里面常常因为我们协力会议通常就只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哦，就你们两个有兴趣对不对，好，你们要去开一个会，下一次我们要检核你有没有开这个会，但不表示你开会一定要说要做或者不要做，我们只检核你有没有去开会或者去打一个电话、就是深入的再去进行。那还有一个是说，比方说这么说好，人家来讲议题哦，其实也有很多时候公部门是没有兴趣的，甚至其他私部门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有兴趣的啊，这就是刚才那个唐峰政委讲的，这正当性、你讲的东西没有正当性，没有人一定要理你啊。好、哦，那基本上是我的回应。好，那我是后面还好，我还有15分钟，但我已经听到铃声了。我们现在是有一个 hard stop 嘛？我想问一个程序问题，就是我们最多在多久要停？我们表定是到2:30啦、那我们可以再有5分钟的 Q&A 时间。好 ,OK, 那我们就只能再 take 一题咯。那这题是因为宇昌想要问说因为政府内部的组织再造、需要快速反应团队跟民间来彼此交流，来打破谷仓效应。那因为公务员下了班也是民众嘛，对不对？别的部会的人他下了班五月也要报税啊。那我们在讨论任何题目，这个其实他下了班也是这个使用者。那但是这种共同价值要怎么制度性的共同产生？那以及宇昌想问的是说，因为主要是没有镁光灯嘛，是水沟不通才会上新闻嘛，水沟通了怎么会上新闻呢？所以民众自然就比较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那他想然后大家来补充一下最新的进度，我们最后5分钟是不是就只 take 这个问题？好，
那我想先讲一下我们这边的状况。在最近两年多，因为我们大家都受到数位转型，就是疫情，包含今天的这一场，对不对？那我们确实是发现，在疫情期间，大家一旦共同价值确立之后，那个 iteration 比我们刚刚讲这些案例都快。我们是24小时迭代一次，每天下午两点进行迭代，然后所以就是最近大家都就是正在从清零到共存的迭代当中，你就看到快速公司聚合、快速创新扩散、快速公司聚合、快速创新扩散。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真的每个人都有我们叫做共通的急迫感 share urgency，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新的这些常规它凝聚出来的速度真的是非常快。所以我们现在在想，就是说在这样子的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这样子的协作的这个方式，它留下在公部门内部非常完整的记录之后，那之后就非常大程度的节省沟通的时间。大家就可以说，诶，这个就用民众自助的部分，这是今天真正的对话。民众自助的部分是不是就好像口罩 2.0 3.0 的部分，它就可以分流到一部分卫生局的负担，但是数位落差的人就像口罩 1.0 一样，还是要局所去帮他们呢等等。诶，你看这一句话里面，他就把各种不同部门的人之前有过的他自己在口罩实名制的经验对应到了我们现在的关于居隔啊、法传啊、通报等等的经验。那以我的理解，这样子的 norm 的形成，就快速规范共同形成，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应该只用了一分多钟，那请嘉凯分享一下对于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灾害处理从八八风灾一直到现在的疫情，其实我们 这几年来这十年多来，那个政府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了，其实已经有一套大概的一个文化出来了，应变文化出来了，所以还算顺畅。然后难的是说观念，因为刚讲到救灾的观念，我觉得我们用天灾救灾的来比喻好了。这个东西是大家的民众的思维要改，就是说还有就是有些相关的官员的思维也要调整，就是说到底这件事情一定是关注，就所有事情都政府做，还是跟另外一个级别，就是通通是自助，就是民众自己的事。像在欧美比较强调个人主义的，他们会说这些时候自己的事，要不要戴口罩是自己的决定，风险自己承担。那还是说中间的在关注今年会开始，因为这个弄就是每天就是一个迭代，所以就是开始有一些杂讯出来，或者跟不上，会有一些 sync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怎么建立这一个 cultural norm 的问题，就慢慢要去学习，要去形成的。这不是说字写出来白纸黑字的就可以做到的，是慢慢形成的。那同样的，就是这个弄也不能强调，就像我一开始讲的第一个元素是 process， 是流程，这不是一个一次要做完的。这顺便也是回应另外一题，说比较有争议性的议题的处理方式，不能设有些东西不能设时间点，说一定要在一年内决定热身。这有些事情是价值观落差太大，你急着要上路或急着要去硬强制执行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就像有些在荷兰在讲一些改造的时候，甚至可以谈二十年都没有做任何事，就是一直谈到社会有共识为止。这样的做法，有些的议题是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我是觉得说，第一个他怎么建立弄，然后一个新的弄，一个互助的这种弄，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是在救灾可以用的制度怎么样体制化，变成是平时的一般性的 SOP， 也是这么的有融入敏捷的元素，这是我的看法。非常棒。那虽然没有办法白纸黑字写出来，不过曾经有的诺贝尔奖得主叫 Ostrom， 他把这个整理成八个基本的观点，那我也贴在 chat 上。那我们最后是不是请哈巴跟我们分享？好，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那种模式，我们在做什么谈资料啊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同时也在推动NAS公司协力模式。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简单讲，就是说你在推动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你也同时在推动一种架构。那这种架构是你一直去实践它，你去证明这个架构它是可行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是有点它是双模的，你同样谈的是资料，但是你在推动这个架构。那我想当你如果把一个架构推得成功的时候，这个应该也是可以算是一个就是组织上的一些再造嘛。那
那以目前 RAS 模式来讲，它其实布置并不见得那么的、成功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是表示说可能是某些东西它可能需要加强，或者说某些东西 它并没有真正完全到位啊。当然它 也可能是因为时间不够，说服的时间不够。好、啊、那我觉得就是顺便把一些东西把它建构起来，那它就这样就是有结构性的，它就不是只是单点的哦，烟火式的或者是什么。嗯，我就补充这些。好，谢谢。我们非常尊重时间结构，所以我们现在交还现场主持人。好，谢谢，非常精彩。那我想大家应该都问得这样意犹未尽。那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在线上用这个方式呢，让大家可以尽情的发问，然后也非常感谢唐凤政委呢有问必答。那我们呢就再次谢谢今天呢三位讲者，谢谢唐凤政委，谢谢哈爸，谢谢嘉凯。那我们现在呢就让大家稍作休息，那请大家呢在40分的时候回到镜头前好吗？那我们待会40分会稍微先说明一下分组的方式，那就请大家赶快去上个洗手间喝杯水，那我们待会40分见。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拜拜，谢谢，谢谢。谢谢。